欢迎各位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，请就坐。哎呦，各位请就坐，来来来来来，嘉宾请坐。李谦老师每一次离你这么近，可是每一次看到你的那种面部表情和淡然面对世界的那种眼神，都让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女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你知道吗，现在你是很多女主持人当中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，你知道白马王子。刚好今天表演第一个就跟梦有关系。就跟梦有关系吗？那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最近科学家研究一种现象，专业的术语叫做 Deja Vu， 中文翻译成即视现象，有听说过吗？即视现象就是各位有没有一种经验，就是常常我们在看一些景象，经历过一些事情，好像似曾相识。有好多人都有类似，好像做梦梦过或者曾经在某个地方经历过一样。其实我自己个人就常常有这种经验。其实我昨天做了一个梦。你什么？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今天这个景象。真的？你梦到他了吗？梦到了。真的吗？我昨天也梦到了。这可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。梦到了。而且在场的每一位穿的衣服跟我梦中完全。你梦到他了吗？你梦到我了吗？他一定是噩梦吧。很不舒服，但是梦到了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真的，那接下来我要证明给各位看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说出我在梦里面梦到一些细节，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。哎呦，真的，天哪！现在有点这个，毛骨悚然。这是扑克牌，好，这是玻璃杯，很普通。你们三位的工作呢，就是盯着我，从头到尾我不会碰到这副扑克牌，最后我们才要揭晓。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潇潇 OK， 对天发誓我们之前没有串通过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之前呢跟我们的这个刘谦老师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对，而且我们也不认识，我们没有串通过，没有之前没有串通过任何事情。你知道一副扑克牌有几张？54张。好，去掉鬼牌的话是52张。好，我让你心中想着这里面的任何一张，但是不要说出来。任何一张。对，我先说，大部分的人70%人会选黑桃 S， 好，然后女生的话很大部分会选什么红桃 Q 之类的，所以你可以选这两张牌，你可以不要，因为我只告诉你这两张几率最大。你可以想一个我绝对不可能猜到的，脑袋里面想。想个刁钻一点的。我来好好的想一想。没有，我们时间有限。OK。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如果你现在脑子里想的扑克牌就在这个盒子里面，恐怖吗？如果要在里，你就撞头。哇，说狠话。我们等一下要对照用，请你把那张牌画在这边或写在这边。Okay. 写在这里好了，写大一点，清楚一点，但是不要给任何一个人看到，旁边人不要看，摄像师也不要拍，全世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可以知道那是什么牌。也清楚一点。行，你要偷看小峰？我没有。好，刘谦老师能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可以了。压在胸口，全世界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什么牌。对了，我们之前没有穿通过，我不可能会知道你会写什么牌。一开始就放在这边。嗯，是。这里面呢？有一张牌是昨天晚上我做梦一直梦到的，所以我把这张牌呢一开始我就反过来放在你。我先让各位看一下这张牌是什么。红桃。潇潇怎么了？我好害怕。想看吗？可以看吗，刘谦老师？现在可以吗？到时候了吗？可以揭晓。我真的是不想公布这个答案，但是，哦，天哪！他要哭了，对，真的。哦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
浑身都起鸡皮疙瘩，好恐怖，我要回家。别拦我，别拦我，别拦我，好厉害，我没有换成我，对，绝对没有。现在我的心情真的是难以用这个言语来形容。我们想象得到，哇，难道真的会？昨天做梦，刘谦老师就已经梦到这一幕了？不可能，那是预言，人类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的，而且那么精确。那你能不能用这再算一下，今儿晚上你会遇到哪个数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再跟各位讲一下，其实我昨天晚上梦到了两张牌，还有另外一张。装进去，你们四位的工作就是盯着我，不会动到这副牌。好，该我们四个盯着了。我没有跟你串通过吧？没有，虽然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没有。心中先想一张牌，想好了吗？都不可以看的。滚儿，不要看，一定要想一个。想好了吗？想一个还想不到的。想好了吗？好，写下来清楚一点，大一点。等下我们摄影机才拍得清楚。形状要画大一点，写完之后就把这个板子压在你的胸口，写好了吗？果我觉得玻璃杯有问题，果然好像现在也很紧张哦，很紧张。没有人动过这个杯子？没有没有，玻璃杯有问题，没有人动过它。你难了。现在刘谦老师被我们果儿的美貌给迷惑住，他已经找不出那一个数字来了。我不知道我怎么，我对不对？因为我也很紧张。有人动过这个牌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，绝对没有啊，再也没敢动了。我刚才翻了一张牌在里面，嗯，看一下，啊，一开始把它翻过来放在里面，对吧？那刘谦老师，我们有个请求行，我们这回能不能先看果儿的？是您来揭晓吗？那您来就好了。梅花梅花 K 应该很刁钻哈，很刁钻，嗯，不会有人想到梅花这个事，对，它就是红桃。刘谦老师，接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时刻。是刚刚临时想到的。哇，刘谦老师很幸福，因为有无数的女孩为他而哭泣，为他而尖叫，疯狂。还有无数的男生为他而惊愕。哇！重点是所有的女生都会觉得只有刘谦老师才能读懂他们的心，这很可怕。因为女孩的心思不能猜，但是她每猜必中。但是你知道你想过没有，你要是刘谦老师身边的女孩子的话，你心中不能想另外一个男人。是，你要想的话就马上被他知道。那他心中可以想其他女孩吗？你知道不了。不公平，不公平。生活当中你会让我们觉得生活很不公平，有这么恐怖吗？当然。啊，好，这个暂时不用到他了。接下来要示范的比较特别的东西，要用到的是这个。哎，水果吃吗？福利，是你这是给大家福利啊！我今天只能用到一颗，剩下你们可以自己带回家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选一颗。我吗？对，选一颗。这大一点的，大一点的。不要客气，这个都很大，自己放到里面去。这样可以吗？对，好，你的工作就是要很难拿出来。对，没有魔术师的潜质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他诚心的。你们的工作就是负责证明我不会动到这颗橘子，就盯住它。对，跟刚才的扑克牌一样。好，好，除此之外呢，接下来我考验一下各位的绘画天分。是要画橘子吗？画拉的脸。哦，画我的脸，就画一个西瓜就好。我觉得这个布太小了，画你的脸。你还别说啊，这个韩露还学过画画啊。
哦，好像哦。我的内刻没帮我画一下。哎，耶、yeah, yeah. ，很像，很像，耶、yeah. ，哇，这画的有点像这个庞龙。你是我的美。好，现在这张画呢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张画。你这辈子应该第一次画拉的脸吧？是，可能以后也是绝作了，不会最后一次、嗯。好，其他的这个框框我们暂时用不到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好，好，我们要来做什么呢？这是一张纸巾，仔细看，然后我要把拉的脸塞进这个纸巾里面。哎，啊，哇，把拉的脸。我可以这么做吧？啊，可以。把拉脸塞进那个纸巾里面。哦，好痛哦！完全塞进去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需要用到打火机。啊！天啊！啊，你被毁容了。好，手压在橘子上面。橘子。仔细看，接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事物。哎呀！不见了，没有，就不见了，到哪儿去了？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在里面。刚才一瞬间你有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我觉得拉钻进去的感觉啊！是不是拉吗？有一点，在你手中膨胀的感觉。我们看一下。首先钻个洞，哎呦，还流水！哇，对呀、啊，钻一个洞，新鲜，好有功夫哦！哇，哦、流汁儿了，那新鲜的橘子，说明是一个新鲜的。仔细看，插一个洞，嗯，哇。首先钻个洞。哎呦，还流水！哇、哦，对呀、啊，钻一个洞，新鲜，好有功夫、哦，哇，哦，流汁儿了。那新鲜的橘子，说明是一个新鲜的。仔细看，插一个洞，嗯，哇、哦，橘子，哇、哦，哎呀。他这要干嘛？抓什么？不知道。啊！哇！橘子里面怎么会长东西？长的还是哇？不会吧？啊？卫生纸？不是布啦！有图案，有图案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！不会是那张吧？啊！不会我发现。各位观众们，拿！啊、这不是我哎！应该我被塞到橘子里面的，是从橘子里面长出来的，好神奇的橘子！我觉得你塞在橘子里边更好。你说你说好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吧？也不可能预先在里面做，不可能跟我一样画的这么难看吧？所以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底气。我们再一次证明一件事情，嗯，魔术大家都知道假的，但是能够把魔术变得如此的奇妙，那是真功夫。嗯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再一次，我们要用掌声感谢刘谦老师给我们带来那么奇妙的功夫。谢谢刘谦。但是刘谦老师有一点啊，你现在别着急要结束，每一次变完之后必须要给我们学艺，让我们也有机会学艺，我们要做进步，必须要给我们上一节课，让我们进步，让我们也学一学这个魔术，今天不能例外，今天就不要了吧？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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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。今天我们要用到的东西很简单，每天在餐厅都会看到的。哎，筷子，筷子。
选一只。哎，这东西往上一放吧，我就在琢磨他把这筷子这么放，为什么？想太多。而且这个头呢都冲着前边，就你会考虑很多，其实人家就可能很随意的选一只。这筷子我觉得很面熟，这今天早上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。啊！对，我说的酒店的。我们酒店餐厅里面的筷子，我跟你说，现在金管酒店还在查他用了三只筷子。啊，好好，选一只，选一只，选一只，我选，选完之后检查一下，这真的是酒店的。